参加香港商会的 party。哦，哇，好多花篮啊！哇，花篮啊！儀式很快就要開始了，請大家是盡快電話或者是調校至靜音狀態並保持肅靜。各位嘉賓、各位鄉親，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司儀高明東。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今天高律師身邊的好拍檔，我是曾志晴 Vivian。 我們現在有請下列的第二排的黃麗華、張學晶、黃秋鵬請到。辦社團聯絡部余學傑副部長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，香港條屬社團總會常務副主席馬介欣博士，戴子京婚宴葉國謙先生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葉永成先生，港區全國政協委員、香港汕頭社團總會主席高佩璇博士，汕頭市港澳事務局局長楊丹楊女士，潮州市委統戰部副部長許潤成先生，中聯辦港島工作部鄭斌處長，永遠名譽會長周厚立先生，好，跟住一筆點頭起。
包魚，包魚嚟㗎，係啊係啊，嚟啊嚟啊！